大家好，你知道这位美女是谁吗？这是我表妹的，好看吗？这表妹给我长得像不像？哎呀，像不像？这国庆节了，来家啊，给我请的啥人家来玩？天天给外头给我打微信哦，说俺表哥做的好菜，香有味的。啊，表妹，是的，今天过来等了好吃的给你。那必须要看一看。看呀，啊，香不香啊？香，看看，干啥表妹？看看，哇，怎么样？闻着香吗？啊，表妹，你猜这一锅什么肉吧？羊，我的牛，不牛排。找托盘准备出锅，行不行？行，我得把小菜炒上去吃饭哈。好，这是那个牛来的了吧？那种哎，就这个，就这个，可以，就是跟那个前上面前下面。他妈妈，他自己跑给他爸上，他跑一下。一你看，你小心点。您数一下他几条腿，你数知道他几条？不敢，这是城里的小孩咋能睡了？咱俩睡一床哈。啊，好，把牛排炒吧，我把这个花生米炒炒哈。行，可以。这是刚切的花生米，炒的辣椒，绝了，大火。小火慢炖，炖了4个小时。俺表妹哈是搁常州那边上班，也一年很少来家，就是放假才能捞到来家。过两天，表妹来了开心。年都见一次面，啊！你啊，你买胖哥这个鸡腿，滚！来，大螃蟹好了哦。来，上桌。看着没，表妹？看着什么？就是我天天想吃的。我知道你想吃什么，知道吧？今年的新花生米炒出来的，够香。可以。啊，表妹，螃蟹使劲吃啊！你看，表哥你太客气了，吃的这个就很好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这来呀哈，我们这可要招待好你。你看，又是螃蟹，又是牛肉的，你看看。哎，就可就来个螃蟹。好，来，你也吃。行，有了，哎呦喂，到俺家跟到自己家一样，知道吧？啊，表妹，尝尝你哥炖这个牛排怎么样？好的，我早就馋了，真的。馋了，你就既然放开肚子吃，你就吃。你也吃，吃肉不慌。好。哎，我先吃。你没完吗？天天在外面馋你表哥的手艺哈。嗯。今晚先吃，天天馋。可以。管吧，管透花的哈。你要一看这样，就是这个，我有。到。啊，表妹，欢迎来俺家尝尝胖哥的手艺哈。谢。来，干杯。来。哎呦，小美女。等到春节年上的时候再来哈。好。来，表妹，来尝尝表姐手艺。对，这个又香又。来，人表姐炒的。啊，对啊，人心心念念不就想这个味道吗？对不对？之前看人拍视频里面也做过这个的嘛，是吧？就是，馋他咧子吧，煎饼卷辣椒炒花生，你绝了！不是，怎么刚刚两个，为什么现在成三个了？他脑梁疼他。那天有很多粉丝朋友问我说：“你说胖哥，你跟爷妈这个到底有几个表弟？说天天表弟表妹。”胖哥想不想要再要一个弟弟妹妹？你看他有姐姐，他就是弟弟，他俩在一起天天玩，天天打架，天天打架。谁干？啊，表弟，下趟来家哈，来上我这里喝酒，哎，先来吃了。我这个表弟哈，喝酒你也相信，一杯啊，敬来说，我敬酒，来，干了。先吃饭了，不跟你聊了，拜拜，明天见。真是假的哈？这表弟哈是跟宁海上班。也是大半年没来家，这样一来家哈，几个表兄弟弄一些聚聚和气，行吗？哈，好不容易，那管。这些表兄表弟哈，一到这种逢年过节要来家哈，就要经常给一些聚聚，这样聚聚哈，才联络一下亲情的感情，对不对，表妹哈？哎，亲情越走越亲，对不对？这样你要一来家哈，俺就上表哥家来玩。你要不来博啊，俺就上你家去。行吧。行。哎呦，你家来，谁到了？哎，哦，我自己倒吃。那么今天那个倒下的，在我碗里买。我咋自己倒？这还那个。管吗？管。我就喜欢俺几个锅，俺三锅最好的，天上上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俺小姑就家在这一条巷，俺三姑这样一来，上小姑家一来，然后就得走俺家门口过。走俺家门口过哈，我都给接住了，都不让上旁边去了。先吃了再说啊！表哥，你不知道，我天天在外面，我天天看你视频，天天看你做那些家乡菜，我天哪！特别还有那次烀那个咸菜，你想想，真的是，哎呀，可馋了吧，真的是。
外边的菜就感觉没家里菜好吃。是的哈，嗯，那就是家的味道。对，杨妈，嗯，过年糊来花生咸菜哈，赶那个表弟、表哥、表弟、表妹哈，反正对，反正咱外边的一人进一份。对，必须安排到位。而且特别喜欢这个表妹，表妹小时候啊，一来一喊啊，表哥，哥喊亲哥来啊，亲哥来，跟亲妹喊一样。因为你有亲和力。对，主要表哥这个人是吧？嗯，热情的。对啊，表妹你看，热情四射。虽然说胖哥说那个，比方说这几个姑都是我的亲姑姑，但是从大家从总能感觉到，就比胖哥比我还亲，真的。人家都说表姊妹长得非常像，但是我，人家说我像你，像我。嗯，你看，你看我跟俺表妹像不像？像，像，真像。像姊妹俩哈。脸又大又好。你什么意思？都没有你脸大，好不好？脸大。面大有面子，对不对？大脸盘就是好看，你知道吧？那你也意思我就是有自信。你说我也好看，我脸也大。人家是喜庆堂小嘴大眼睛，你是倒着是吧？你是大嘴巴小眯眼。你小眼眯人啊？啊，小眼眯人。再来一块来。来倒吃，来来给喝一个，来喝。